俺就在这儿啊说两句儿。这唱歌这个网络这个事儿啊，我这说到说的不好啊，大伙儿别往心里去啊。这网络打钱事件，网友无奇不有啊，论坛人来人往，歌手个性张扬，歌唱的好的得到一片喝彩赞扬，合情合理。歌唱的音准节奏都有问题了，那马屁声绝对让你开怀大笑之余，感觉更温馨甜美。要停止唱歌，还真觉得呀有点对不起听众。哎，话说一个流行的歌坛，有这么一位歌，这歌非常的喜欢唱歌了，但时常唱的不准，音准节奏都有一个我的一孔之间啊，这没有把这个调调把握好，唱个这没有调了。他最近啊又唱了一首歌，一句下来好几处跑调了，这感觉好像是他没有把握这首歌的调调，也许他把这歌给改编了，哎，换个新的唱法。我要闹不明白了，你看，也许在众多的众多的唱歌的高手中，由于这个奇葩的出现，让我有耐心的听他唱完这首歌，也趁机这个读这个跟帖，跟帖，这有这个跟帖的啊，让我看了以后啊，就哭笑不得。这个因为如此温馨的马屁还是第一次领略。哎呀，这马屁拍的那个是，哎呀，这很有说道了。不敢说是拍的呱呱的吧，那是相当艺术了。一位来自广东的歌友说呀，他那个唱歌啊，唱了那个走调啊，都是走的那么好些。一个来自上海的歌友就说了，这个唱的蛮好听的啊，比原唱要有味道了，对不啦？另一个那个东北大汉就说了，哎呀妈呀，这个唱的全生姜调啊，一般人吧还整不出这样的动静呢。一个带着京腔的妞说了，原来呀，对这歌没什么感觉，今儿个听他一唱啊，嘿，还真挺好听的。有的网友就说了，就叫我叫啥来着？哎呀妈呀，这整个就是一个有控制的走音嘛，真白。你听听，这话说的都有意思啊，让人听起来也舒服哈，也不让人伤心，好，反正啊，这网络的语言呐，慢慢学吧。